早安，太阳真大，明天要做些什么呢？大家陪我过过一天吧，啊！赵小乔，你认输啊！有什么好说的？走了，出发喽！难得早起，现在是快要九点了，太佩服自己了。太漂亮了呀！怎么觉得早上的码头特别美呀？早起的风景特别好，嗯，哦，浓浓的，浓浓的海鲜味。那我想去吃点东西，饿了。吃饱一点。好，吃饱一点，好的。登登说这边有一件很好的百年肠粉，应该坏掉了吧？这边是海味干货街。哇，真的到处都海味啊，满满的。嗯，我很喜欢。好多，好多，好惬意啊！一早泡茶，这个在市场里的巷子里真的好难找呀、啊。哇，好香哦！哇，这就是肠粉肉蒸的，把配料都加上去。广东人好像真的早上会吃肠粉，他们每天早上都吃这个。他们每天早上都吃这个啊？啊，来了，肠粉来了，等会，谢谢，一大坨，滑到夹不起来了，真的很厉害，我觉得是他的粉。跟其他煎不一样，看有萝卜干，然后一点点菜，还有蛋，就这么简单，非常弹。我原本叫了两份，后来太好吃了，又追加两份，真的很厉害哎！下次如果你们来这儿玩的时候，可以来试试看。广东人的早餐，市场地就是要湿湿的，对吧？然后这边有名的就是很多海鲜喽，看，超多的，满满的。阿伯早，特别可爱，阿伯，怎么样？哇，哎呀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哦，很棒的市场，给大家看下去。今天阳台。哇，很热闹呀。这个就咱们每次吃那个超甜的，特别甜。买了很多，所以我们打算坐公交回去哦，实在太重了。准备 ，The next stop is 哪里呀、啊，小狗狗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汪汪，汪汪汪！哎，小狗狗，小狗狗，好可爱！它就住在这个旁边。看到一只鹤吗？哎呦！进来啦！哇哇，我的天哪！真的有麻将桌呀！真的呀！看一下我们麻将，我第一次碰到这么小的麻将。啊、就好了。
超秀珍的哟。行，我要赢，我要赢。摇摆，我们在发扬国粹，来吧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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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我的天！该我了，该你，该你。这个其实如果是打一般的牌，我早听盘了，对，而且我早糊了。可是四川麻将一定要拆一门。赶快，我到底要拆啥呀？就不能吃，现在救救我呀，好吧，我只能再见了，我的爱。我们是不是很有始有终？没有人回答我，是不是很有始有终？你看，我们今天一早就是走路，对吧？开启我们的一天。那收割完以后呢，还是要走路。一定要哎呀！真的吗？真的。现在默默会玩我了，你过分。我要去走路了哟，过年胖的全部都捡起来。45秒，加油吧！关注我的 FB IG 微博还有抖音哦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支影片。